这是什么比赛？两人操作都如此极限，让现场球迷振奋不已。这是什么比赛？准备女神双膝跪地，躺在地上非常难受，看得让人心疼。这是2019年的亚锦赛，中国的陈雨菲迎战大家最爱的最美女神大口彩。这场比赛双方打的是非常激烈，大口彩也是给我们频频贡献了美貌的镜头，一起来看看吧。第一局比赛上半段的大口彩11-10领先，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对决。停顿推后场再接劈杀，这种球打得太轻松了。大口彩这个回球不到位，陈雨菲直接一个劈杀。陈雨菲主要就是控网前，然后去劈杀，打得非常主动啊。又是放网，大口彩这个网前控不住啊，其实他可以往后场去挑高的，因为陈雨菲的进攻能力啊也没有那么的突出。终于抢到了一拍，不容易啊。这个挑后场陈雨菲的劈杀失误，所以大口彩是可以考虑多打一些这样的高球的。这球大口彩是直接放弃了，这也太可爱了，我差点还以为有人犯规了。有康康亲爱的王一林黄龙亲爱的安排天使亲爱的陈雨菲又是一个劈杀出界，其实也没必要着急，慢慢跟大口彩控就好了。你看多拍之后大口彩就不行了，自己也是累得蹲下，其实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体能差。直接劈杀，这个才是他的特点。你看这种多拍照，大口彩的技术和基本功就明显不如陈雨菲。继续失误。大口彩的推后场，陈雨菲直接又是劈杀，这个后场球确实不够到位啊。大口彩已经累得不行了，确实他的体能太差了。哇，这个劈杀居然下网了，那这样陈雨菲20-17拿下第一局。不过第二局的比赛大口彩是打得非常不错的，一起来看看。控球后找到机会直接一拍劈杀。这个强网也得手了，
陈宇飞第二局感觉有点跑不动的样子，大武才又是一个劈杀得手。陈宇飞的第二局失误是比较多的。又是一个劈杀出界，你看以前的陈宇飞打球是比较浮躁的，没有现在这么沉稳啊。陈宇飞又是一个失误，大武彩11-5结束三分段，比分已经领先6分了。接下来看看陈宇飞如何逆转的。一个滑拍吊往前，这是小戴的招式啊。大武彩这个后场推得好啊，陈宇飞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判断呢也出现了失误。一能一个判断失误。这几个球陈宇飞是完全按照大武彩的打法来打的。他还是坚持自己罕见那种很凶的打法。当然这也是大武彩回球经常不到位导致的。双方这球玩的是极限啊，大武彩也是厉害，滚网这样也回过来了。多拍之后，陈宇飞这个控球优势就明显出来了。自己接连出现了失误啊，又是失误，大武彩体能有点下滑了。大口彩这就没够着，他也是累得双膝跪地躺在地上休息了，这确实是体能不能支撑的。不过休息一会之后，大口彩立马又用一个劈杀继续拉分。陈宇飞也杀一个，两人真的是进攻表演吧。哇，关键时刻的失误真的太伤了。陈宇飞再来一个劈杀，19-18反超了。
人类极限的操作啊，这球大过彩出界太可惜了。20-18，陈宇飞拿到赛点。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Kung Fu and Single Kenta Ishimoto Champion. 大高彩还能点杀得手，他还没有放弃。最后啊，大高彩还是一个预判失误，陈宇飞逆转拿下了比赛。输球的大高彩是仰天长叹。确实，这场比赛他真的尽力了，明明可以靠脸吃饭，最后却要靠技术。